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差一点，可惜了，三比一呢，哎呀，我只有两公里，你很完蛋呢，所以辛苦了，啊，好，快一点，后面有人，1、2、3，谢谢，后面有人，加油。1、2、3，谢谢，我没力啊，一直自己屋的北市到大概35公里，然后开始逆坡呢，从五峰下来呢，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可惜，我到35公里那个破山的北市，但是最后又逆坡又慢下来呢，啊，有逆风有顺风啊，对，逆风跑得很累啊，恭喜，很好玩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后面有逆风呢，峰峰上差一点，对呀，很热哎，我们等下可以拍照啊，好，又热，你很久没跑全马了，对，今年我第一次，还好没有爆掉，所以你们多谢半马嘛，谢谢，那样很少爆全马，几乎都爆半马哎，对，我突然就会爆全马。因为我没练习啊，我妹妹是抢宝，所以没关系啊，明年再来啊。好 ，OK。你明年再来挑战应该可以。先练习应该可以啊。好久不见，你跑爸爸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好久没跑啊，我一直啊，好久没跑全马。今天没跑全马。三零一，加一分钟啊！恭喜，自己恭喜。谢，再感谢啊，很好玩呢。我三零一，加一点，差一点点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全长，这个 YouTube， 对，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啊，差一分钟呢，三零一，Hello， 恭喜，我加一点点，差一分钟。因为后面有逆风很大的，我不知道那个逆风了，辛苦了。你呢？你多少？257。啊，厉害，恭喜！差一点了，第五名对，我第七，你看你差一点点。一边叫啊，前四个才有，传到那个阿基伟背着你哈。前四个才有奖金的，对，前四个才有，第四个你没有破三了，没有，破三才有，很难破了，差一点点，那个后面逆风很大呢，对，后面怎么敢啊？差58秒，不是啊，逆风太大，后面很难维持，对啊，大部分都跑半马比较多哎，对啊，今天跑全马，三零一啊，又厉害，差一分钟，差一点点没关系。跑后面你再跑会受伤，对，我一点点就这样，我加一点啊，没有厉害啊，差一分钟，恭喜，谢谢，我加一点点，好可惜，后面差57秒，后面逆风很大呢，后面这边逆风很大，对啊，而且很热啊，那个我不知道啊，很可惜耶，差不到一分钟。没有逆风的话，我应该破三啊！啊，恭喜，谢，厉害！哎，什么？好，你这个先被拉住。哦哟！谢谢！哦，好棒！好棒！恭喜你！好，谢！啊！我们一样的字吗？哦，太高兴了，你自己一级啊！加很大啊！周汉中，刘泽宏，恭喜，谢，你差58秒，天宇，我们就领完超可惜，因为后面逆风很大，你把 GoPro 拿掉就有了。来，周汉中，很开心，40公里女子，刚才一直颁奖，四岁组，那个赵慧娟在到后面的感觉，后面就热了，对，因为逆风很那边，对啊，再一次，好，明年见。飞了。这么厉害嘞！
然后比赛时跟着我的跑，一起跑一起跑。谢谢大家。